关于昨天听了专家说萝卜刀太危险了，我扔了几个，观众们好像不太乐意。我还没扔完呢，就这个一把顶过去三把，这不得给橘子捅穿了啊？肯定不能给孩子玩。你们再看这个蝴蝶刀，看起来跟胡萝卜一样，孩子再给吃了，不行，不能给孩子玩。你再看这个，这什么玩意儿？看不懂，不能玩。还有这个，打开你看，这个这么红，血腥暴力，不行，不能给孩子玩。这个跟刚才那个一样，这看起来跟香蕉一样，孩子在吃了怎么办？不行，不能给孩子玩。就这个萝卜皮，除了不能发射，不能玩。这个更严重了，它能往上挂皮筋啊，这不暗器吗？就这个挂上皮筋以后，打到人身上，不得掉根毛啊？不行，不能玩。